我是大家好，我是吴悠。今天超级丰富。你头发上，因为你头发上有饭粒。快吃吗？好痛！对，对，阿油了哈，好。这个生鱼片太厉害了。这是我的酱了，是。哦，你要拿那个芥末。芥末。你用两个应该是给我的了。对啊。对哦，芥末。对。哇，还有生蚝。那个不行啊！妈妈意外发现到这个盒子里面有生蚝。我们奶奶哥哥。那个不行。哇，不腻。那不是可以吃鲜蚝吗？不行，要生的。太生不行，太生不行。哇，这么腻，好甜哦！哇，嗯，很甜。哪不行？那个不行。大哥，今天都吃了我的礼处趴，真的，我们自己办礼处趴 ，party， 妈妈呢？生蚝要加酱吗？嗯，要对不对？妈妈呢？要加的。哇，好大的生蚝哦！对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跟 Yuna 的头一样大，应该是比耳朵还大吧，都比耳朵还长。这是真的生蚝。对，真的生蚝。这是没有人比得过的海参蚝。没有人比得过的生蚝。小心。蛮好的。有了这张桌子哦，其实我这样吃东西比较大哈。波波蛋也很好吃。你可以吃波波蛋。它很甜哦，它的那个什么饭加甜。你要不要再一个？还有。他说冰块。要加水是不是？加水跟冰块。先吃的。等我吃完小豆豆。哦。是不是？因为以前他都留给小孩子，今天这个很多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吃，把我们都留给小孩子吃。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是这个意思。妈妈要再来一个。没问题。再拿两个，不要切半。要切半的。这个。有点夸张哎。怎样？他要监视我有没有加冰块啊？他要去冰箱那边往上看。来，小心。哦，给你啊，这个给你。这样。啊。妈咪，有东西落在奶奶上面的，脏脏的东西。为什么叫小心？一个鱼。小心好。来。主趴吃的，干杯！大家一起干杯！小朋友，干杯！耶！哎，小心！李主趴，好了。大哥，你这是钢瓶哎，我是铝罐哎，它是塑胶哎，小小的大力，我好厚啊！我真的比较少吃尾鱼。這個、但好吃的鲑鱼是，所以我台湾人哦，台湾喜欢吃鲑鱼，鲑鱼是比较少。妈妈也爱，因为妈咪爱吃鲑鱼，我喜欢吃鲑鱼。然后所以如果有人叫鲑鱼的话，会不会就比较少人去改名字？哦，我说那时候之乱这样。就是你改名的话，所有的鲔鱼吃到饱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鲔鱼的好吃的话比鲑鱼好吃。
尾顶级的尾鱼是比顶级的鲑鱼还要有价值。没有，但是它没有嘛，它就是一般寿司店的嘛。不然你那条黑尾鱼，嗯，为什么这么贵？那种东港的尾鱼季啊，这个首选。不想吃吗？但是生菜很多。海苔，海苔，要吃。哎，可以一起吃哦。海苔，对，海苔，干嘛？那两个那样子。手卷是要一起吃哦，不是。全部吧。对。你咬，当汉堡要。全部我都可以吃。好，那你坐着坐着。全部都可以吃。先煎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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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好。接着就它很容易变。吃这边。要一起咬才好吃。过瘾的是这一口，来这一口啊。大口。大口。对。不吃。我有那个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海苔？因为生菜，哎，要海苔，我待会有海苔。等下我给你海苔，先吃。嗯。吃手卷最怕什么？我还吃到一个我家人不喜欢的东西，而且它没有味道。嗯，芹菜。不吃，你快吃。那没关系。这叫生菜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剥！你剥在地毯上的要捡起来。我没有剥，我是衣服那个，就是它扁扁的，所以我把它拉起来才好看。干杯！青菜是不是？你们都抢着要吃，我吃生菜。啊，我们有梅奶汁，换家里梅奶汁先去，他就 OK 了。结果我这个小椅子给他破咖。波波蛋，你波波蛋，他说波波蛋在炸水肉这边了，还要再一个波波蛋。你这里很多，这里很多波波蛋。不要看这边，你要波波蛋找哥哥啊，哥这边一堆波波蛋都掉。等一下给你们吃。算了吧。他要拿文具。哎，爸爸，你这海胆，好，拿去吃。很化掉。海苔，我的脑是转。可以让我切一半吗？一半。你刚不是不用？怎么直接吃就好了？我想用一半的，不然波波袋太浓了。你用咬了。用咬了，用切的很难切，切的它很容易掉下来。没关系。没有，刚刚用剪。啊。油霜。人呢？我看。哦，他在小房间啊，房间就不用理他。我以为他去厨房了。帮开灯了，帮开灯。今天很开心的那个立厨趴，我们自己办。Happy Happy Happy Party！ Bye bye。